效果和克敌的联动机会更多。再说太史慈自己带克敌和锦帆君的联动，锦帆的溃逃是由普攻结束时触发，在克敌之后想让克敌联动锦帆打出虚弱，要等到下次普攻目标选到溃逃者并发动克敌，所以属于盖中盖中盖，收益很低。可能克敌和锦帆的搭配只适合孙权、太史慈加鲁肃或程普或者许攸，由太史慈打溃逃，孙权追击克敌。再看 SP 朱俊，加强后基础速度和速度成长都有提高，满级面板速度将近 98.5， 已经在面板上超越了程普，以及战斗中超过 A 兵种的鲁肃。 SP 朱俊自带战法为师必缺，在准备回合就会挂上叛逃，因为是指挥型战法，准备回合如果在同为指挥型的减伤战法前挂上叛逃，可以避过这些减伤效果，比如暂避、御敌、军民等。但 SP 朱俊之前的速度太慢，许多带减伤的很轻松可以超过 SP 朱俊先发动战法以压制叛逃，所以之前 SP 朱俊就得不断提高速度抢快，把自己的伤害越卷越低，越卷越废。这次速度的提升无疑是把 SP 朱俊从这种困境中救活了。这波群攻的加强，无枪就更加艰难了，本身这个阵容就不健康，吃了太多的战法，还是 A 兵种鲁肃，依赖散技，所以猜测是不是策划在有意让吴国转型来适应战场呢？也可能是在铺垫汉末三杰，但是小朱俊为啥不跟着一起加强？我们下期见。